小魔仙，白洛因你还好吧？冷漠，高冷，高冷的语气再说一遍刚才那话，高冷的语气。巴拉巴拉小魔仙，真的吗？这好像是风骚，并不是高冷。因为我觉得巴拉巴拉小魔仙。对，哎，用你自己的语气先说。巴拉巴拉小魔仙。用白洛因的语气说。巴拉巴拉小魔仙。头扬一点。白洛因语气。巴拉巴拉。行，那个阿姨您先走，您先走。你别吃了，你那还得喂他了。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没有那么低沉？他是清亮的少年的声音。不是快点一滴一火，感觉这里拜个大。那我就不听。拜，这样说话。你坐下，我们再拍几，刚才没有出片。哎，那什么，糖葫芦拿长的吧，拿长的吧。换了吧，换一个吧。你看。对，还吃，怎么那么爱吃？我没事，这下不用吃了。哎，没事，不用吃了。别碰了啊！这谁也别碰了啊！顾海可怜你了。来，吃这你把那个，对，顾海看起来好年轻啊。哎呦我天，我的手他妈都僵快了。顾海，你要稍微喜悦一点。顾海已经喜悦不出来了。你要想，我喜欢的人终于喂糖葫芦给我吃了。对，等着啊，假设喂糖葫芦是你女神。对，你要想，本来他我以为他不会喂给我，结果他居然喂给我了。女神，我到底该不该揍他？为什么要揍他？周周把糖葫芦转过来，糖葫芦转一下，把美的那面对着外面。啊，行，过去过去。你先走吧。你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就差复印去了，复印完了就成了。对呀、啊。对对对对。我家小虎家。好可爱呀。那个小虎举的你还好吗？你怎么出来了？你这样形容队友是吧？你这会儿其实是有点生，就是有点生气，然后对看见白洛因还没缓过神儿吧？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怎么出来了？说一遍得的，让他接往下演。你感觉队里跟我说呀？他仿佛有病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你话说明白。我说的不明白吗？我说的不明白吗？我说的不明白吗？你怎么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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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天笑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你是过去收拾东西吗？你先不用说了。哎，我教你看剧本啊，剧本这括号里的是你的动作以及你的神态、你的表情，后面的没有括号里的东西，在外面的才是那个台词。表情看起来很轻松。你是回去收拾东西吗？哎，这么了解我？我来了。回来干什么？委屈你了，我一定会找人把
你捞出来的。你这是说什么呢？我是回去吃饭睡觉，明天还会回来的。但是你去哪儿捞我？没事吗？你这么希望我有事儿？我走了，回家的事儿都没准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还不相信我？我说没事就没事。攻了？怎么想把我攻了？就是你是在下面的第一次，他在上面。他肯定要害了。他不懂吧？他懂啊。不是没什么激情戏吗？小说里是这么写的。对于要为艺术献身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大海不说话，他难道是不屑于对艺术献身吗？不会的，他现在聚集能量，看他的背影发着光芒，看他的腿开始运动了，他开始活动了。他现在正在一秒钟拿着大号三四六七一二三大号的三六七，来让孙子都弄弄。好，来七，看他的腿，强有力的大腿。大家看，一只白蓝色的袋鼠，一只白蓝色的袋鼠，我们一号选手，袋鼠选手，马上进水了。袋鼠鱼，大家好，我是幸灾乐祸的解说人，我现在很开心啊。大海，走，让我们的阿郎，这是我们的阿郎，抓也不太可能，这鱼阿郎。你觉得很抗拒？一二三四，嘿，快点！他那个鱼，他是直接捞鱼漂吗？鱼提起来了，二三四，可以把鱼直接提起来了。就是他抓住鱼线以后，这边有鱼漂，大海已经很郁闷，大海已经无语了。大海，好好试一下，让大家再商量怎么把它弄到河里去。他要是直接抓鱼，他可能是活鱼。这咱们现在是啊，你肯定得固定在那。对对对，我就固定好，这是鱼线，这是咱们再画个墙的。不是那样的，大海撩起袖子，大海准备打人了。你不可能拿鱼线。大海是不会打人的。他的意思是，他自己的意思是，大海准备撩起裤子。不能拿鱼线。他正准备全撩起来吗？你找到鱼线了。对，上了鱼了，是那个意思。大家看看美丽的风光。你提着，抓起来，你不能那样提啊。对呀，他不一定非要要了。啊，这天不听人，你也没必要那样。伸手。懂。怎么个拉骂法？就说我示范一下。嗯。如果她是我喜欢女生的话，嗯，首先我这样，我根本不会和她对视这么长时间。嗯，就会直接亲是吧？那你刚刚为什么不直接亲呢？这说明你没有带入角色，你知道吗？不行。就是你作为一个演员。你要抛开所有的一切，你现在你就是每天能过别人的生活多开心啊！
你说的很好姐，我知道了，来。就是你别把你的肉体当做一个你自己就是属于你自己的项目，你知道吧？三二一 action。胳膊弯，你不想打我吧？伸左手。都往那个方向去。你看，你看那边。他竟然背着我和别人调情。你去找他。找死啊！你看他背着我，背着我调情，还骂我找死。好，你快点啊！好，来把这沙发撤。来。冒出来这镜片。哎，你干什么？站着干嘛？别拍了。啊，卡！开始了，等你放好就开始，来，放，开始。叮铃。
啊，看。爱的罗曼斯啊，为什么声音根本不一样？因为他暗了。哈哈哈哈暗住了，好奇哦。我太过沉默，
你握紧双手，听不见我说，别总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不痛，风也吹过我嘴角残留下温柔，别说你会继续陪我，我不说是我太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见我说别走。